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代码新伟。那今天呢，虽然还在 CMCO 期间，可是我的一日挑战实境秀第二集又来啦。那今天主要我们要做的东西，就是在两个小时里面学会蔡依林的《玫瑰少年》。我很紧张，因为我也是今天才收到这个消息，然后我有特别请来了一个老师来帮我，就是噔噔噔噔，儿童界非常红的 Miko。真的，你比较全球最红的唱跳主持人，我有看到这个光点。学姐，不好意思，学姐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那我先送我你一个这个我的专辑，我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谢。今天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不好 ？Let's go。
我觉得这个老师完全是一百分。我刚才给他钱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学生也是一百分，因为他的咖啡做的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看，老师立刻避开我的舞蹈的部分，立刻讲咖啡的东西。哎，证明我真的跳得很烂，因为刚才这个。他第一次考很好，真的、啊，哇！老师评语真的很吓人。其实因为 这段时间我都是在忙着我的咖啡的东西，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去练。然后没有想到老师这么的认真，刚才在跳舞的时候其实我很紧张。真的认真啊，教全民偶像耶！哇，我真的好想好想你，是吗？你看，你看我们的制作人在偷笑呀。所以其实今天对我来说呢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平时我跳的舞蹈都是很简单的，都是最小朋友跳的，可是这一个是要变成偶像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多多跟你沟通学习，真的真的，你是是小朋友、大人还有全世界的偶像。是，因为我很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喜欢教小孩，我不知道我教过大人，所以我是你第一个大人。老人，自己讲自己老人。其实真的，我睡不着，我怕我一直看这个制作人很紧张，我怕我一直讲，你听到很多一点话。所以我今天讲够多话吗？很好。而且我们讲的，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真的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然后老师就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哦，很爽。有钱啦，喝咖啡啦。所以今天的一日挑战实境秀算是成功。记得守住我们的下一期节目，到底会挑战什么呢？Really, really be free, oh yeah.